合肥高中为着鼓励学生大胆顶现在个，是规划为期一礼拜校园美乐蒂户外表演，以及换我笑笑看的静态作品展，搁卡设置最佳人气队伍加最佳人气作品奖，吸引全校的师生踊跃参与。合肥高中为着鼓励学生勇敢表现，连续三年举办高中校园美乐蒂系列活动，为囡仔打造舞台，可因展现多元的才华机会。那学校其实每年就固定举办两场才艺的表演，那有才艺竞赛，那是属于比赛性质的。那美乐蒂是属于算只要有意愿想要表演的，不管你的表演是不是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精致，那我们都可以安排它在户外，让大家欣赏到它的另外一面，所以我们才会安排这种户外展演的机会。那另外我们社团的静态展呢，在地下室也有作品的展览，然后连同艺能科的一些作品。我们感谢学校真的很用心，活动把活动排得满满的，让学生不断的在学习，不断的在期待，不断的在进步，这样是很好的表现，也希望学校继续这样办下去。连续一礼拜利用短短下课时间，和学生充分展现唱歌、跳舞等多元才艺。除了动态表演以外，也搁设置静态的作品展区，全部摆开，无论是社团活动或者是美术加进口的作品，拢有当看出学生杰出的创意加才能。甚至美国总统川普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拢提前伫遮相会咯。就是先用一张 A4 纸把它刻完之后，然后再用再贴在这上面，然后抹上胶之后，拿那个落叶粉就下去撒，然后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学生透过美乐蒂啊，他们就很期待，然后都很开心，然后又可以有机会秀自己，然后展现出自信。这个部分是在课堂上学生没有办法就是表现的，透过美乐蒂啊，就每个学生都很期待，不管是唱歌跳舞，或者是像6906这样自创歌曲，都是很难得的一个表现机会。陈美尔主任表示，囡仔自信在空顶顶，这拢是册本顶头学袂到的，希望透过安尼活动鼓励囡仔多元发展。校长李德泰表示，合肥高中培养出来的囡仔，唔但会向读书，更加会向生活。多张新闻也奉有合肥采访报道。